这里凤凰树陪伴我们台湾公益60年，陪伴我们草屯社区居民60年的光阴，一直在这里伫立着。我想这是一个历史上非常重大的意义，它见证台湾公益的发展，也见证这社区一起陪伴的元素。这个人老师真感恩基坎一个大家的网页根系我们区区同区要在给它活化起来。这顶瓦当是一个集结我们创作、集结生态教育的自然循环、社会循环以及艺术循环的一个绿色行动。回归到去年的大概有这个时候，我们透过潘义宪老师、刘昭明老师，一旦对于呢这个竹山呀，或者啊一张一张来结构吼，逐渐把它组构的作品叫做《凤凰》。经过一年后，凤来仪它逐渐的变色。我们今天把黄色土法，我们要再创作，然后再回归自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次特别隆重邀请到台湾第一个女性的树艺师，把这样的一个回收材再回归到这群老凤凰树下。我们来一起改善它的根系，一起利用它的有机之材来共同再滋养老凤凰树。在座都是这场行动的支持者跟成就者，各位参与的每个画面，我们每一分每一秒会把它记录下来，形成未来的公民的教育行动。